我国羽坛接而捎来好消息，一哥李宗伟在全英赛男单半决赛以10-21、21-14、21-9逆转胜中华台北一哥周天成，勇闯决赛。不过宿敌林丹大热倒灶，半决赛不敌师弟石宇奇，决赛李林对决无缘上演。另外，我国里约奥运会混双亚军陈炳顺和吴柳莹也再创自己全英赛的最好纪录，成功以21-17、21-15两局淘汰日本黑马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晋级决赛做亚望冠。而这也是丙寅组合职业生涯中第一张拿下的全英赛决赛门票。而名列6号种子的丙寅组合将在决赛对垒中国5号种子卢凯和黄雅琼，双方曾经交锋3次，丙寅组合都不敌对手。这次能否改变宿命，我们拭目以待。